看看啊，这些骑士都来了。你看看啊，到了这个 party 这个地方，我们开 party 这个地方到了，大家都过来了。你看啊，这是美国的什么节日？回去查一下吧。OK， 啊，什么节日也不知道。OK。那么这个公园看着也非常大，也非常漂亮啊！你看这么多人都来了，啊，啊，他们应该是十几世纪都不知道，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古典，你看看，所有人都是这样子，啊，这公园很大，你看，公园非常大。在这里停车呢，因为今天是节日嘛，可能要12美元一，所以大家都不是怕钱，主要是。开不进来，所以都这样啊，就是。哎，我们要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问一下那个酒店吧。在第二微信。看看这天气啊，特别好，蓝色的天，也不阴天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个 party 都是那个中国人啊，没有老外，可能有老外吧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这是梭罗阿兰德龙。OK， 这是什么节日？我估计一定要查一查。啊，他们全穿的是很18世纪的服装。OK， 这是一对情侣，湖里还有鸭子啊，湖里还有鸭子。那个已经上吊床了，看看，他已经 enjoy 啊，舒服上了。这个是，这是什么诗？是法国农庄的打扮？不知道。I don't know， 长得好漂亮啊！这一对对情侣都好漂亮。哦，男的又高又帅，女的漂亮。啊，这是意大利的风格啊！这是意大利哦 ，My God， 不是法国，也不是西班牙，意大利啊，意大利。看看这么多人啊，他们参加节日去啊。看看，哦，奇装异服啊 ，OK， 你好，好漂亮。刚刚打起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胖啊，第一个。哎呦，这彩虹的太漂亮了！哎呀，那咱一起放啊，公司活动一起放。我可你看我这个身份的像啥似的。公司活动必须要积极啊！就是，嗯，你是不是瘦了？没瘦，还那样，我也没吃着。你真的是感觉我没吃着，衣服缘故是吧？真的优雅呀。